Hello, apa khabar semua? Saya lah, Cikgu Peter. 母亲节很快要到了，所以 Cikgu Peter 就在班上要求学生制造一些简单的母亲节卡片给他们的妈妈。制造这个卡片呢， Cikgu Peter 是从 Cikgu Peter 的一个好朋友，也是做老师那边的 idea 想出来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想学习制造更多的卡片，你们可以进以下这个 link， Cikgu Peter 会放在下面那个链接那边，你们可以按进去里面看。 OK， 现在我们看看学生的作品吧。せーの、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、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ら、心は進化するよ、もっともっと。私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